我要三百块，想要出去三百，买一只西帽，万只可不可以就一个三百，倒三百块，大西帽才有那领导代志哦，追三百倒。老板，那个三百是什么？那个是要给我。来，这个我三百块房价无？我要三百，无要。无要三百，无要。来，了解领导代志啊，追三百倒三百块。我想要下个三百，我你讲啦吼，你要下个哦，我你讲，这是用收尔嘛？ 来三百，来三百，来三百，要将我好借借三百块。三百，啊，你若不要借无彩，我就加听啦吼。我借借三百块，我想要借。然后借借三百，我三百，三百块我阿姨，无要。 我三百无伊也扣呀，无彩我咧拼。来一两三四五六，来七来三百来。我想要食来，啊，要食我就一个三百，落三百块，一两三四五六，七来搁一个三百，我爱三百块，有哪要食无？我爱就一个三百。白虾炒虾。来两只来。哦，一两来三百来，哦，买三百块我也来回来。 快讲我啊，无讲我啊，来，你说说，我讲白啦吼。我讲白，我准备三十只啦。两百三百块啦，来啦。三十来个啦，来啦。这么个就三百块，我啊想要吃三百。我啊三百块想要吃，我啊三百块，有人要来无？没有。我啊，无啊，无啊，三百块才活啊吼。这么个就一个三百块就未够啊吼。来。刚刚有黑啊。 遐真济啊，或者细只尔，还有啦，拢是啊只啊，不啰嗦嘛，都五百块，迄只啊你知影看有真拢是啊，知影这单价无俗啊，哎，拢无啊吼，一斤啦要到四百，啊当然一尾无一斤啦，或者一尾才十一两、十二两尔啦吼，开电话者，我你开三百，我你开两百，无重要啦，开卖收了同意袂害，两尾卖一千，卖八百，开五百块咯，对啊五百块，来，我借一五百来，哎，拢是啊，恁知影啦吼。 当时啊，可能要收恁同对厉害，换料，换料意思无过分的啦，安尼啦，借五百，五百块，来，五百来，五百块来倒来五百，下一只只要借一五百，有人要来无？五百块，无要，来，啊，那边那个，五百倒来几啊？那个乌龟啊，乌龟啊，来五百来。 下一只就是五百，我想要吃五百。五百块，两时。哦，啊，两时还五百就未够啊？两时还就是五百，无咩系啊？两时啊，五百。要不要再想我？有没有尾鱼汤？尾鱼汤有。我忙。 大部分就是要吃处理掉啊，我讲电话啦，加一楼，我讲吼，加一楼，我啊看啥物食啦，好不好？我啊完啦，啊来这包咸两年，当用钱好食，我唔知你要食贵，唔要食贵，唔要食贵，这个西瓜嘛，我存这手俩，到最后一西瓜啦，好来，要食我个一包卖偌济？一包十二俩，或者一包十二粒啦，我这卖变一粒十二块，啊十五块啦，啊就一包卖讲卖八百，两包三百啦，啊两包三百啦，开三五开三百，剩食最后就是三百块，五完啦三百。 来三百，来，三百块谁吃的？三百，无要，两百来倒来，下面吃最好就一个两百块，你要还无两百？啊，那吃五万无？有人要还无？就一个两百五万，谁吃的？啊，也是了，就一个两百，谁吃的？无要，好来，五万怎么还？无啊，来，哦。 我讲，这想看下面吃两百，百五来，廿四粒无？哦，廿四粒无，来一百倒来，一百块啦，我想要钱来带来，来一百倒来，来一百倒来，哦，一包十二粒，廿四粒百，十二，二十来一百，哦，十二，二十来一百。 搁啥物食？这五万一百。
来吃啦。我毋捌卖一百，讲真诶啦，我今仔无卖着一百，就来一百。来一百来啦，五元一百，我啥物食？五元一百，啥食五元诶？来吃来。来，五元一百，倒五元一百，啥食五元诶？那个表今仔无卖着一百诶啦，那个真诶拿回来啊，搁摕一个来。来啦吼，要食五元一百块，五元啥物食一百块？要吃五元，我就吃一百。五元，有人要来无？五元一百，无来哦。五元一百，无要来啊！去哦，我剩三四个人尔啦。五元一百好啊，有人要吃无？五元，无哦。啊，你不要吃。啊，我是鲔鱼汤。鲔鱼汤，我再来过来。来，五块啊，来一百就好，来卖不计讲。来，死了你啊，死五块啊啦。哦，死了死了啊，卖讲来啦吼，即卖一百块，再吃五块，一百来。好不好？快准备，来三步话题来，这波上你一百块来，都来不亏啊！一百块谁吃的？吴国宇，嗯，来，怪你下盘要吃五块来哦！大家拢吃鲈鱼、吃蛤啦、吃石斑的哦，啊，五块盘要来哦！恭喜哦！来，这波上你来，一百好啊！我下面吃一百块，来来，这边来这边来。他们来把你扶过来，一位一百，两位一百，来哦，三位来，来一百来，好来，来，来来，大家，来一百来，来一百来，来一百来，好来，我给他一百好，来，搁什么钱？五块啊，一百块，搁啥物爱的？五块啊，一百，无啊吼，就对五块啊，一百块无咩爱啊吼。嗯，无，交回来，你靠腰。天哪、啊，迄五块啊，稍微一百几人无咩爱。真的，第一次三十，那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啊，我做你买哦。哎、欸，这你做啥？啊，无你当作我赚钱济哦，你捏下吧咧，快过来啦吼。真正天哪、啊！真正吓坏！哎呀，来个一百块来，一百来，一百来！你来，你袂哎、欸，你有当袂当我，袂当作我有趁钱啦吼？你敢有人会当作我有趁钱的？啊，来一百来啦，搁食五块一百块，有当无人会讲我趁钱啦吼？来平来一百来，来，来，哦，要食一百来就好来，哦，一百块我啥物爱的，好食啦。阿伯，姐啊，姐啊，你个姐啊，声嘞！我拢我闭过闭过，我看到，咱讲真嘞啦。哦，姐啊，一百块，啥物食啊？姐啊，来，来，对啦吼，因都未当作我有趁钱啦吼。来一百来，哦，姐啦，一百块，来。有没有白带鱼大的？没有。不过一百块谁吃的？无啊吼，我只卖黄金，我卖大白，好不好？哎，进来进来，来，好，我食乌龟好不好？卖五块一百块来都是谁吃的？五块一百块谁吃的？五块啊！我就是一百块，下面吃是五块啊，一百。蛮贵啊！啊，无啊吼，五块一百块朋友要要了吼。假使讲我卖黄金，都卖大平啊，你无五块啊？无吼，来十块啦。我讲来啦吼，迄个来。我讲者吼，基本上啊吼，基本上我已经无物件啦。啊，你看嘛，看等下啦，这三尾有人要甲我斗消消掉无啦？无吼，无吼，啊好啦，无紧啦，啊给我来。来了，别忙，来，别忙，来，快讲，来了，来了。算了，无话就耍，无话就耍。快讲，蔡老贵，哦，再不我无话啦，哦，真大气大，为了免对面讲人真难，听有人吼，唔免对面讲人真难。我一包偌济，一公斤啦，三百、两百，啊无啊无，你敢有食菜？透早，你啊无食菜，无紧啦吼，你啊食菜，你卖买，唔是啊，唔是讲卖买啦。你暂时卖食。下早时卖食啦，你这有粗，这是粗的啦。好，你听我意思嘛，好啦，包一包三百，一包两百，一包一百就对了啦。两包卖两百，好，两包卖两百，来，好，两包卖两百，好，两包两 kilo 卖两百，卖百卖来无啊？百五多啦，百五，百五。啊啦，你唔是食这吗？最好吃，百五，这很好吃。大哦，冰箱都会有。我们冰箱有的东西就是萝卜糕跟那个葱抓饼，一定都会有。早上有时候有来吃。没有来。
鲔鱼汤给我好不好？带鲔鱼汤，我已经忘记了。鲔鱼汤。好啦，迄个阿嬷一百个，哦，剩咱三个尔。我买两百，我买两百。正门边啦吼。我买两百啦。我买两百。我一家你开两百。那一大包就是两百。哦，这免冰啦。两百，大家都买了两百。那你们家？那个啊，就到了，那边。哎，今老家请你，我买冰啊，买冰啊。哦，再请你，我买冰啊。好啦，我讲来啦，来啦吼，这个金龙福利啦吼，啊，你看啥物食？这叫食月亮虾饼，吼，月亮虾饼汤用蒸的，啊，免做免食蛋蛋蒸好食来，哦，一包偌济？一包卖讲卖百八开百啦，我讲来啦吼，两包三百，二开三百，好无？变两百块来，倒两百块，再食好就一两百，来，我就一两百块，再要食两百，倒来，月亮虾饼啥物蒸好就一两百块，月亮虾饼两百，你食月亮虾饼无就一两百块，月亮虾饼。无要，你阿下面两百块帮你送我哟，一个就好，好不好？一个就好，来我讲来，这包我给予你啦，这边两百，到月亮下面两百块，海边来两百，来，来两百来，来咯，哎，好来。